不是啊，温泉是你家开的，我凭什么不能来啊？啊，刚才拿着手机在给谁发消息呢？男朋友？朱凡老师，这个好像是私事吧？今天见到蒋雨辰这么高兴啊？你牵我可没有牵他这么用力啊，就差抛头颅洒热血了吧？你该不会是担心，要是我真的牵下了姜老师，会偏向于他吧？你放心，你们两个对我来说都是我的小宝贝。盯着你30秒，看你有没有撒谎。没有。你脸红什么呀？哪里脸红啊？是不是想到江雨辰了？我没有。小姑娘，别不知好歹啊！回头到时候被人卖了，还帮别人数钱，除了我，谁会牵你们原生的胳膊？哎呀，你让开！我觉得有点热，我现在泡完了，我有点想走了，我拜拜。那太好了，慢走不送。你没事吧？没事儿啊，没事儿，拜拜。